我两个月之前买了两部苹果日币，系统升级了，就成了砖头了。你有病吧？你他妈快点给我解开，听见没？我绝不干。你现在给我解开，什么事儿没有？我现在钱都骗人家。我以为我抓住你了。来吧，上。迪比哥，我是这么回事，我哥呢前两个月呢就是认识一个女演员，就是演过几次戏，然后呢我哥呢就特别喜欢这个女演员，就一直往她身上投钱嘛，投了一件十多万了。前段时间给这个女买房子，哥条件也挺好，哥就是开了个小公司，但是我觉得要是给这个女孩一直花下去的话，我哥这公司也得很快就败亡了。对，这个女的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从我这个朋友口中听说，这个女的平常生活东方就挺乱的。嗯，前段时间我逛街的时候，我还看见这个女的和一个男的搂搂抱抱的，最后呢还进了一个宾馆，然后我就把他俩进宾馆的过程我给他录下来了。觉得这女孩吧，可能就是喜欢我哥的钱，不是喜欢我哥的感情。你直接把这个东西你居然都拍到了，你给你哥看。之前跟他说过，然后他不信，然后这次我把视频跟他发给他了，又跟他说了，但这个女的呢狡辩说，嗯，酒店看剧吧。你视频有吗？你给我看看，我看看。我哥当那天来找我，然后问我那你的视频还有没有，把我手机抢过去了，说你一天就瞎拍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给我删了。就那女孩就是喜欢他的钱，就没有想到他长远的发展那种感觉。那他现在属于一个什么关系啊？这女孩就是不主动、不负责、不拒绝，就那么个暧昧关系。我们没办法，就是在短时间之内让你哥从一个盲目的爱情状态当中一下就判断出这人到底行还是不行，但是我们可以说想想点什么办法。如果这个女孩是这样的话，让你哥自己去看清她的真面目是啥，然后做一个判断，她爱这个人到底值不值。我这是我们能做的，咱让我哥看清这个女孩的面目吧，到最后的选择还是看她自己吧。好冷。哎呀，准备了个小礼物什么的，卡地亚的小镯子。啊，谢谢张总，我就先不带了，谢谢张总。带着了，咱去唱歌，请你唱歌什么的吧。不太喜欢吗？就是挺喜欢的。啊，你要是这个不喜欢的话，那什么吧，这车送你。送我？啊，你那个要不喜欢就。没有没有，这个镯子也很喜欢。咱那个要你先过来感受一下试试，会开车是吧？啊，会开，会开是吧？那啊，那少废话吧，先感受一下。手机，来来对，看这车喜不喜欢，行的话，完过两天我就让当然下面人，然后去给你办办手续啥的。那我先把这个镯子先装。啊，对对对，谢谢张总。啊，没事。这样吧，我也不用喊你张总了，叫你张哥怎么样？啊，都行，猜住了。哎，漂亮，送给我吗？见面礼，谢谢你了，张哥。啊，没事，那咱就直接开就行。哎，对，已经，哎，对。喝点什么？就喝啤的吧，是吗？你喝点什么呀？再点点呗。服务员，服务员，点点。豪华套餐是2980，至尊套餐是5999，对吧？过来至尊套餐吧。哎呦，对。好了，谢谢。啊，挺快吧？好，还说话。谢谢光临。你有男朋友没啊？没有啊，那姐给你介绍一个呗。不用给我介绍了，张总都带我过来了。哎呦，张总，张总，哎呀，这时间不早了，张总，我们俩还有点事，要不然我俩先走了。走啊，好，那先走，慢走，走。哥，你不喝点这个酒吗？这个酒挺好喝的。哎呦，我别掺酒，我就喝啤的就行了。我那个什么，嗯，我接个电话啊，哎，李总啊，
张哥，你去哪了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啊？我都等你一个小时了。好，您这还没买单呢。柜员呢？还没买单，这个找不着。那也不应该找我。你房间里边不是你们四个人在这块唱歌喝酒啊？你跟我什么态度说话呀？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谁？你现在要不把单买的话，你是谁？你等着啊。喂。哎，你在哪呢？哦，我不管你在哪，我现在跟朋友在外面玩呢。你给我打过来10000块钱吧。你不用过来，你来干嘛呀？今天本来就够倒霉了。啊，好吧，好吧，你过来吧。我这边是……啊，好，挂了。你怎么能这种？跟朋友一起玩，你就别管了。这就是账单。1999点的这顿套餐，看你怎么付款。扫码吧。扫码。扫码，你跟我去前台吧。好。来。好。来，总经理。张总，你没有锁。你谁啊？我刚给你锁了，这是我的朋友。谁是你朋友？我是他男朋友。不是，怎么回事？他我对象。不要听他胡说，不是他对象。我又花那么多钱，我问你男朋友，我是你什么呀？你把我当什么了？那是你自愿花的，又不是我让你花的钱啊！我要知道你有男朋友，我就不带你来了。我就没有张哥，我没有男朋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才是我男朋友。干不干？我给你当牛做马，我从小就是贱。你别给我来这一套。哥，你还没看见他们嘴脸吗？不是为了你的钱，他妈说谁嘴脸呢？他自愿给我花的，又不是我让他花的钱。呀，张哥今天直接给我200多万的车，你给得起吗？走啊，张哥。不要成天在这胡说八道。走也行，完了你先把单买一下吧。怎么是我买单呢？果盘啊，啤酒什么的，之前他们来点的，算我的，那我买啊，给我买，你结那个完我结另外一个，对吧？我来三套。没有没有，你聊你口你喝，我喝的可是啤酒啊。我消费一把。不是张总，怎么回事？怎么是我买单了？这张总不是说好了你请客吗？这话咱说清楚啊。我说请你唱歌，咱们唱歌，请你唱歌。你搞服务员啥？你唱歌？大哥，哎，姑娘，来走。对，那给你找的。哥，什么事？上次有599的套餐。哎，刚来。今天这个事儿呢，是你妹妹过来找的我。你现在知道她是啥样人了吗？你现在还爱她吗？这你回不回答我们也没什么意义。我觉得咱也不用说那么多道理，就让你看清了，你自我做判断吧。兄弟，感情事啊，没有是非，没有对错。但是唯一的原则就是你要知道值不值得。你觉得你对这个女人值得吗？你也不用给答案，这个事儿自己慢慢回去消化，好吧？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可以支持我们，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把它转发出去，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视频记得先喜欢上这个视频然后把它转发出去，总之一句话，微信公众号搜索古惑仔全拼加上数字66，数字66有秀料有内涵，古惑仔记录现实，爱你们么么哒。